三。我也来分享我的经验。我以前呢，在参加铁人三项比赛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在石门水库参加铁人三项的时候，石门水库的水库它1500公尺呢，过程呢有深浅不同，所以有些地方水很冷，所以因为我经验老道，所以我知道，所以我一定会陷害一片太极深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体质不是很好，因我家的体质呢，我的爸爸54岁就中风过世，中风第四次，我的阿公54岁第一次中风躺了4年，58岁就走了，所以我们家遗传体质就是不够好，所以我们体质那么差，所以我们兄弟孩子孙子我们一直在运动强化改善我们的体质，所以在强化的时候，事实上就像石门水库那个水，我在水里面呢，水流是上上下下的，尤其有些地方是比较深，所以那个水位呢，我感觉我的心脏会受不了，事实上有没有？有，所以我含了两片，事实上是我含两片太极针才下去比赛，所以感觉上就心脏的感觉就安全很多。我这把你打听得很清楚。